上的吗？啊？上，都上。是过足了戏瘾了，我呢？啊？孙老板，您叫我。行，您歇着，我查查去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？还嫌给我添的麻烦不多？哎，苗老板，苗老板，来了。
刘班主，刘班主，白旅长来了，还不赶快见过白旅长？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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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哎呦，来喽！白旅长，哎呀，失敬失敬啊！刘班主，我就过来看看那三个俊俏的穆桂英。哎呦，你看，山崔。来来来，赶快过来见过白旅长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白旅长，看，果然是貌若天仙呀、啊，比在台上更有光彩。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旅妇打赌，说他们是女的，果然不错吧？哎呦，白旅长真是冒犯了，都是我这几个不争气的丫头。哎。怎么能说不争气呢？明明很好吗？老头，你好大胆子，怎么能让女人上台呢？啊，还请军爷多多宽恕，都是我这个平时疏于管教，让这三个丫头钻了空子，还请军爷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白旅长多多开恩啊。哎，还不赶快给白旅长赔不是啊？请白旅长宽恕。宽恕什么呀，演得很好。赵高，你不要老吓唬小姑娘，今天这出戏我看就很不错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刘班主，今天我不但不会责怪你们，还要重重的奖赏你们。赵高，去拿20块大洋给苗班主。是。使不得使不得，俊彦，千万使不得。哎，今天我高兴，你要是不把钱收下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刘班主，恭喜你有这么两位漂亮能干的丫头，日后有机会我一定请你去府里唱堂会，我想你不会推辞吧？怎么会的，我哪敢呢，真是的。哎，不是有三个穆桂英吗？还有一个呢？啊，那也是我一个胡闹的丫头。您等着啊。小凤，小凤，来来来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军爷来了，你看看，真是慌慌张张的样子，赶快见过白旅长啊！哦，我叫你，你是李先生？嗯，别胡说八道，白旅长。白旅长，他不是李先生吗？秀凤姑娘，你还记得我呀？记得，当然记得了。你爹的病好了吗？啊？啊，刘班主，你还有多少个女儿啊？都叫出来吧。回白旅长，我就这三个丫头，真是献丑。让您见笑了。你这三个女儿不仅聪明美丽，还很孝顺，你可真有福气。哎呀，白旅长，您能够光临我这小小的媳妇儿，真是给我的面子太大了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请诸位喝上一杯。不必了，苗班主的心意我领了，今晚就免了吧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嘛。哎，白旅长，苗班主也是一番好意，不如让他把戏班的人都叫出来，咱们一块热闹热闹。不用，苗班主啊，今天就不打搅了，就此告辞。好。孙老板呢？我已经派人搀孙老板回屋歇着了。苗班主啊，孙老板这条嗓子你可得给我治好了啊，他嗓子要是坏了，我可拿你试问。啊，当然，那是当然的。孙老板是我们苗家班的台柱子，我哪能让他把嗓子给倒了啊？再说他也是一时呛着，我给他用点药，很快就没事了。苗班主啊，你这三个丫头可长得都挺漂亮啊，并且心思嘛也都是鬼灵精怪，尤其是翠玉姑娘，今天我可领教了。啊，对，翠玉这丫头不懂事，
还望周队长多多开恩呢。哎呀，明明是他自己闯了祸，你让我开恩。好，所以姑娘，那你说说，我怎么开恩呢？啊？都是翠玉不懂事儿，还望周队长开恩呢。你要让我们队长开恩，就这么说说算了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好了，周队长，不要把人家小丫头给吓坏了。宁三儿，这儿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金钗姑娘、秀凤姑娘、翠玉姑娘，今天你们三位扮的穆桂英非常好，我很满意。多谢白旅长夸奖。秀凤，还不谢过白旅长啊？谢谢白旅长。以后不用旅长旅长的叫我，我姓白名李居，以后叫我李居就可以了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哪有那么多规矩，今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啊。好，我们走。好好好，慢走慢走。慢走慢走，姐姐慢走慢走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这几个丫头就是不太懂事，是吧？哎，刘班主，哎，打搅了，不用送了。来日方长嘛，我们以后有的是碰面的机会。你放心，有我百里居在，苗家班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哎呦，真是太感谢军爷了。周队长，看什么呢？还在想你那个孙老板？哈哈哈哈，走。哎好，哎让您慢走啊，您慢走啊。刘队长，要不您再……好了好了，你自便吧啊。小凤，看什么的人都走远了，还发呆，回去。君爷慢走，请。这个苗家班真是卧虎藏龙啊。李座，那个叫秀凤的姑娘是不是你的相好啊？瞎说什么呀！我在街上碰见他，钱被人抢了，正一个人在那儿哭呢，我就上去帮了他。想不到，竟然是苗家班的姑娘。哎呀，这回督军该不会为你的婚事发愁喽？哎，我说赵高，怎么一见着漂亮姑娘你就不往正处上想呢？我相不相亲的用得着你管吗？嗨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说真的，像这种家庭的姑娘，哪儿配得上您呢？霍家兴，你怎么想？哦，我就是有点替他们担心。担心什么？这么三个俊俏的姑娘跟着他们走江湖跑码头，难免被坏人欺负。世道不好啊。哎，李座，咱们可以帮帮他们。哼，你可真是一介书生，帮得了一个人，帮得了天下人吗？好好当你的兵吧。大姐，你看今天白队长高兴的样子，
还夸我们演得好呢。想不到啊，第一次上台居然就演成了，秀峰到现在啊还晕晕乎乎的呢。你还说呢，我今天上台纯粹是为了救场，你们俩倒好，半路上杀过来，还好这个戏算是顺顺当当演完了，要不然还不知道出多大岔子。大姐，凭我们脑子这么聪明，到时候随机应变，这戏啊还演不下去的道理。今天啊总算过了回戏，这辈子啊没白活。哎，秀凤，你运气真好，不光是过了戏，台下呀还坐着你的如意郎君呢。你胡说什么啊？谁胡说了，那个白旅长不是还送了一条手绢吗？是谁拿了那条手绢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来？翠玉，看我不撕你的嘴。哎，大姐，好了好了，秀凤，你可要想好，他可是督军的儿子。督军的儿子怎么了？大姐，你是说我配不上他？我偏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倒要看看他督军的儿子就不喜欢漂亮女孩，哎，非要娶个丑八怪啊？谁说督军的儿子非要娶丑八怪了？我是说，咱跟人家门不当户不对。什么才叫门当户对啊？那你和穆大哥也是门当户对啊？又胡说！秀凤，爷，您坐。你们三个丫头，把我这个苗家班的脸都给丢尽了。爹，这都是我的主意，您就罚我吧。你的错自然会罚，别人的错也不用你来代劳。刚才登台演戏的事我暂且不说，小月，你说你今天给我捅了多大的娄子？嗯，爹，对不起啊，翠玉一时兴起，本来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惹了那么大的祸。玩笑？你和孙老板不和，看他不惯我早就知道，你从小生性恶劣我也早就清楚，可是你这干，你这事干得也太损了，嗯，你太过分了。如果我不罚你，如果让整个戏班信服。爹，您就别罚他了，孙红玉平时就飞扬跋扈，大伙一直都在受他的气，都想好好整整他。翠玉今天这样做虽然是有点过分，但他有他的原因啊。是啊，爹，孙红玉他这样是他咎由自取，你就不要责怪翠玉了。我还没说你呢。我怎么了，爹？你怎么了？你看看你刚才那个样子啊，跟这个督军的儿子是眉来眼去，成何体统？我要不叫你，你那魂早就没了。事儿啊，都怪我平时对你们太宠了。梁上那位君子，堂堂正正男子汉大丈夫，别鬼鬼祟祟，现在可以现身了。穆大哥，穆云天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你回来，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到我这儿来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爹，苗师傅，我知道你心里很生气，可是我必须回来找你。那好，你到我的房里来，你们几个回屋休息去。
你是不是想把我逼上绝路？苗班主，你误会了。我只希望你能顾全大局，以民族利益为重，把你知道的秘密告诉我。你凭什么认定我知道秘密啊？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就挑明了吧。就算你不告诉我，别人也会找你。这批财宝要是落在坏人手里，你苗班主不就成了帮凶了吗？哼，还不如说我是个千古罪人。你大概也知道我的性格，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。可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这样做会给苗家班带来多大的灾难？只要你告诉我，就没那么严重。哼，没那么严重。自打你出现以后，苗家班就没得到过安宁。侦缉队三天两头的到这儿来，躲都躲不起。现在白都进的儿子又盯上了这里，你说，这不是你引来的？没错，我是和这件事有关。苗师傅，请你相信我，只有把秘密告诉我，才是最安全的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忘了我曾经说过，我不想第二次再看到你。我不相信你会真的杀了我。我早就说过，躲是躲不过的，看来这麻烦是真的上身了。所以，你只有告诉我一切，苗家班才会平安无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答应。那我就绝不离开，除非我知道真相。这么说，你怀疑苗人杰了？我可以断定，苗人杰就是掌握财宝线索的。嗯，那他就是我们的目标。这件事请交给我办吧。你觉得有难度吗？没有难度。我已看出你心中有些犹豫，秀子，你是不是已经跟那些乱党分子交过手了？是，我们打了个平手。不过上一次我并不了解他们的底细，如果再交手的话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占半点上风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了。秀子，凡事都要做好精确的计划，我们这个组织是不允许失败的，你明白吗？嗨。吓我一跳。拿来。爹。拿来。是不是那个姓穆的给你的？爹，你满是胡。干嘛总跟穆大哥过不去啊？左一个穆大哥，右一个穆大哥。我问你，他算你哪门子的大哥呀？你老实的跟我说，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反正他是个英雄，整天不干正事，东躲西藏的，算什么英雄？
那是您这么认为。我和翠玉、秀凤都觉得，像他这样不怕死的人，难道不是英雄吗？我不想跟你瞎扯，孩儿，你应该明白，他到我们戏班来是别有目的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他跟你说了？他不说我也看得出来。彩儿，自打他出现以后，咱们戏班添了多少麻烦。爹，我正想跟您说，我看得出来，穆大哥一定在做一件大事儿。他缠着您，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。爹，您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您知不知道？这不关你的事。那个金波还有庆生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您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一提这事儿，您就这么心烦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跟这事儿有关系。爹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有什么话不能跟自己女儿说说呢？我早就知道穆云天到这儿来会给咱们带来灾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爹，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为了钱。为了钱？为这事儿有多少人丧命，我是不愿意再卷入这江湖的血雨腥风了。丧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爹，蔡儿，听爹的，从今往后不要再跟穆云天有来往。那你要告诉我为什么。我说了，不行就是不行，没有什么为什么。那您总不能一直让我糊涂着吧？蔡儿，他是个不要命的，可你，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绝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。爹，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。穆云天跟你没有缘分。队长，这百里驹实在是欺人太甚了，他竟敢当众羞辱您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吧，啊，这笔账迟早要算。队长，您是真有度量，我可不行。对了，还有那三个小丫头骗子，都把孙老板欺负成那样了。三儿，孙老板那边的事情你不用多操心啊。我这是为您着想啊。这三个小丫头骗子诡计多端，还专门跟咱们作对，我看还不如把他们一起抓了。三儿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用着急，这三个丫头骗子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喂，谁啊？啊，我是周伯森。哎，哎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哎，是。队长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从现在起开始，给我严密监视苗仁杰。是。那其他人呢？
我自有安排。简直太美了，爹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戏子，你真应该看看。李驹啊，你说的那个穆桂英真的是女的扮的？千真万确。其实啊，这女角本来就应该由女子来演，那种俊美是男人怎么也演不出来的。少爷，看来你对三个女戏子是有意思，不如把她们三个都娶过来。对呀，李军，把他们都娶过来。爹，孩儿还没想过这个呢。大小伙子了，能不想娶媳妇的事儿吗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不娶，我可把他们都娶过来。爹，你都有十二房姨太太了，还不够啊？嗨，爹那十二房姨太太有一个身体好的吗？啊？哎，我真想娶几个会武功的呀，给我再生几个大胖小子。当然了，李驹啊，爹还要先紧着你，这样你看好不好？把他们叫到督军府里来，给爹唱个堂会，让爹看看，行吧？好，我这就派人去操办。只是，怎么了？现在是新时代了，爹也别再想娶什么姨太太了。又想教育你爹了？不是。就这么办。妈，妈，你这死丫头，讨厌！阿姐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怎么，你又在想那个秦岚啊？要你管！真没想到，他就是白督军的儿子。那你以为他是谁呀？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知道他是个有钱人家的阔少爷。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他竟然是白督军的儿子。昨天看到他，跟上次又不同了。他穿着军装啊，真神气，好威武。你别美了，我看他呀，可不像什么好人。你怎么知道？这白督军那么坏，他能好到哪儿去啊？那也不一定，这退一万步说，就是爹坏，儿子也不一定坏啊。我看那个白旅长啊，确实长得挺帅的，可我总觉得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想想，他到底是督军的儿子，而你呢，在戏班里干杂活，比那要饭的呀强不到哪儿去。他能看上你，要我说啊，你就趁早别做梦了。不跟你说了，反正你心里啊只有穆大哥，别人都不会看顺眼的。可是穆大哥呀跟白督军总是势不两立的，要是有一天穆大哥跟白李驹打起来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那这可就麻烦了。他们真会打起来？肯定会啊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帮谁？帮谁？我看他们都挺好的，这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打起来呢？再说军阀不一定就是坏人，那些革命党为什么就容不下他们呢？这自古以来啊，官兵和造反者总是水火不相容。我看这百里驹一定是来抓穆大哥的。你别胡说。小雨，你过来，我找你有话说。哦，来了。老盯着我，快去吧。
找我有事啊？爹，您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？我以后不敢再惹孙红玉了，您呀怎么责罚我都行，就是别生气了啊。怎么责罚都成，那好，你说怎么责罚？怎么都行，就是您别生气了啊。哼，你说我能不生气？你这孩子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孙红玉是咱们苗家班的台柱子，没了他这几十口子人就没饭吃，你说你惹他干什么？我就是看不惯他那股霸道劲儿嘛。他为什么霸道啊？他是角儿，那别人怎么霸道不起来？那别人不是角儿，孙红玉走到哪儿都有饭吃，别人就未必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孙红玉啊是苗家班的金枝玉叶，惹不得磕不得看不得，行不行啊？那也没必要，整天在一起长着眼睛能看不见？爹，您信不信啊，我要想不看谁啊我就能不看谁。那也用不着，反正我就是不愿意看他，总有一天啊我要远走高飞的。小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远走高飞？爹，我那是跟您说着玩的。翠玉啊，你是不是觉得爹对你不好？没有爹，我是说翠玉，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也是我从小把你养大的，我待你就跟亲闺女一样。爹，我知道，我那就是说着玩的。我知道在我们三姐妹里边爹您最心疼我了，虽说有时候我惹您生气吧，您说要打我，可是啊您从来就没碰过我一下，您就是想赶我走我都不会走的。我知道孙红玉是您好不容易从别人那里挖来的，别人的戏班子都盯着他呢，咱们苗家班不能没有他。这戏班里的事你什么都明白，可为什么到时候你就犯浑呢？我就是看不惯你老对他低三下四的样子嘛。爹那叫为人，把人为主。我问你，你早晨一睁眼想的都是什么？我啊不知道。可你爹一睁眼想的是几十张嘴吃什么，几十口子人的身家性命都担在爹的一人身上，十八般武艺我都得使得出来，为的是什么？活着。你怎么能够说爹是低三下四？爹，我说的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孩子，活着不容易，往后啊慢慢你就明白了。我看不见得，那穷人活得难，他富人活就不难了。谁说的？富人有富人的难处，多少达官贵人今天还是座上客，明天就有可能成为阶下囚，弄不好还要杀头掉脑袋呀。真有这事儿啊？有啊，太多了。那爹您跟我说说吧。都是爹瞎说的，不说了。行了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啊。爹，回吧。爹知道这件事不完全是你的主意，可是你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你就不觉得委屈吗？没有，爹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咱爷儿俩可有日子没在一起好好的说说话了。
其实啊，这些年来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。秀风翠玉，毛毛躁躁的，万一有一天我要是先走了。爹，你别这么说，不会的。还有咱这苗家班是爹一天天的撑起来的，爹拉了一辈子的琴，干这个行当也是一辈子，我是不愿意看着他一天天的垮下去。晨儿，这往后苗家就靠你了。我知道，爹，可是不会的，你不会离开我们的，我们会在一起，保住我们的戏班子的，爹。爹，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对吗？爹在江湖上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深知到江湖的险恶，我是不愿意再把你们卷入到恩恩怨怨之中。爹只求太太平平的过。你看这戏园子，头几天还热热闹闹，人来人去，可这会已经是人去楼空，凄凄凉凉。匆匆过一生。